很突然，简直不能相信，我先生什么东西都没有交代，就这样走了。尤其是我的小的，整天想念那个爸爸。妈妈突然间打来跟我说，爸爸已经撑不下去了，刚好那天全部下去看爸爸说，他就这样去世。 我们就很不知道怎么做，连我妈妈又不懂要怎样去做工，因为我的妹妹还很小，才4岁而已。Keat Hong 那些人呢，就刚好来介绍我妈妈去做那个超 care，我妹妹在那边的超 care，而且那时候我们的部长也是去 recommend 那个超 care 的，我妈妈需要一个工作。没有学历来讲，找的工作应该是很困难，所以现在可以帮到找到我工作，我很开心。 也很感谢，我就是想感谢 Mr. Zaki Muhammad， 他帮助了我们，他写信给 MOE 去 special request for 妹妹读，等他的 O level 在一个 private corner。考试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讲，他一面考一面眼泪流，因为他想到他爸爸，我跟他讲，不要难过。 你考得好考不好，妈妈也不会怪你，爸爸也不会怪你，只要你尽力就行了。觉得是蛮幸福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是很我们没有，我们不知道原来会有这么多人知道，然后关心。辛苦啊！还有一个事情，哎呦，就是因为他还小，我更加要需要坚强。有时候真的很想到。 跟我现在做要做算，但是我想到这个，没有办法，我更加要坚强一点，更加要努力一点，我真的更加要活下去。虽然路途还是很遥远，但是路还是要走，我需要还要更加坚强。